他是没有拥有争夺帝位的资格。既然算什么烂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多谢了公主明哲。极乐王正在断魂谷集结兵力，打算入侵人界，必须阻止他们。真是一个美人胚子，杨希，准备去找你，你到时自投罗网了。下次让你跑了，今日我必将你这副刀下。雪杀人，魂魔宫，聂真。这是月内下大阵，定能助主人一臂之力。